相信咧，好多人影相拍片都系为咗咧留住珍贵嘅一刻。无论系手机、电脑、相机定系 webcam 啦，好多时候都需要配搭记忆卡，方便 save 低，留翻之后慢慢睇。咁而我哋嘅回忆咧，系唔可以用金钱去衡量，所以选择咧储存记忆体产品咧，一定要拣咧品质值得信赖嘅品牌。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绍呢个品牌就系 Kioxia。咁其实咧呢个牌子大有来头，佢系全球第二大快闪记忆体生产商。今集咧就同大家介绍 Kioxia， 同埋咧教大家点样拣适合自己嘅记忆卡。喺开始之前咧，先多谢一直支持我哋朋友，仲未 subscribe 嘅你咧，今次就好快啲订阅我哋 Price Up Channel， 再揿埋隔篱嘅钟啦。如果你是七八十后甚至是九十后，相信都会认识 Toshiba 东芝这个日本品牌。而 Kioxia 前身正正就是东芝的一部分。在2020年4月开始，由东芝记忆体改名叫做海峡 Kioxia。而 Kioxia 这个字是由日文的记忆加上希列文的价值而组合而成。目标是以 memory 去提升体验和世界发展作为使命。上网睇翻东芝记忆体嘅资料啦，原来佢哋咧系自1987年开始咧发明 NAND 快闪记忆体，去到最新嘅 Big Flash 3D 快闪记忆体，作为一间超过30年嘅老牌子啦，能够跻身成为全球第二大嘅快闪记忆体生产商，当然咧有翻咁上下实力。而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哋咧由开发到制造，一手一脚都系自己包办。Kioxia 主要嘅记忆芯片都系嚟自于日本自家厂房生产，咁产品嘅质素咧自然有保证啦。而转了名字之后， Kioxia 除了延续东芝以往的高品质、高效能和高可靠性的传统之外，亦都将活力和新技术注入去新产品里面。例如产品的外形和包装都用了不同的颜色，有浅蓝、紫红、黄色、浅灰、浅绿和橙色。新色不单止够抢眼，用家一眼就望到，亦都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至于新技术方面，看回 Kioxia 出的 microSD 和 SD 卡，有了现在最高规格的 UHS3 Class 10的写入速度，也有 Video Speed Class 的 V30 和 V90， 支援 4K 和 8K 拍片，而容量就由 16GB 到 1TB 都有。再加上厂方自家开发的 Big Flash 技术，可以提供到低延迟和高达 100Mbps 的读取速度。另外 USB 手指就去到 USB 3.2 Gen 1规格。这三类的记忆产品都是配备了目前最高阶的规格。至于怎样选才好呢？首先你就要知道自己的用途和会在哪里用。例如放在新买的游戏机、相机、车 cam， 抑或是想着用来 save 低公司的 file 呢？知道自己怎用张卡或者手指，以及预计了需要的容量之后，下一步就要懂得看他们的规格。我们先讲记忆卡，主要是看他们有几快，而常见就有三个标准，分别就是 Ultra High Speed、Speed Class 同埋 Video Speed Class， 一般就会用 U、C、V 再加一个数目字去代表，而数字越大就代表读取速度越快，同埋通常都系会用最低嘅写入速度去计算。参考完上图之后，相信大家对揀记忆卡都会有个基本嘅概念。而 Kioxia 嘅卡就分咗 Xeria、Xeria Plus、Xeria Pro 同埋 Xeria High Endurance。咁如果你系买嚟俾 Action Camera、手机、航拍机去用，其中一个用途是拍 4K 片的话，就可以揀 Xeria Plus 的 microSD 记忆卡，提供到最高的 1TB 容量，也可以相容 Android App。 而 Xeria Pro 是可以支持 8K 拍摄，这张卡和其他卡不同的地方就是 UHS2 的界面，最明显的外观特征就是两行金手指的读取界面。而 UHS2 的读取和写入速度分别就是 270Mbps 和 260Mbps。如果相机是 support UHS2 的界面制式，用起上来就会更加顺畅了。很多人都以为将卡插得落个车 cam 度，将 microSD 卡就真的用得到，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24:7不断重复地写，是会影响快闪记忆体的 lifetime。 而 Xeria High Endurance 就专为需要24:7运作的摄录器，例如行车记录仪而设。它的特点就是够襟用，适合连续写入和重写，最高的读取和写入速度分别有 100Mbps 和 85Mbps， 就确保需要翻查拍摄记录的时候不会因为张卡失效而失去重要的录像记录。至于 USB 手指就可以考虑这一款 Transmemory U365， 它就采用了隐藏式插口设计，有一个小窿仔方便回你去扣锁匙或者挂绳，提供 USB 3.2 的 Gen 1， 最高读取速度就有 150Mbps， 亦都兼容 Mac 和 PC 平台，有32、64、128和 256GB 4个容量版本给你选。
除了上述介绍的三款记忆卡和手指 Kioxia 的产品规格齐全，适合绝大部分人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它更加是设有客户服务热线，为用家解答应用上面的问题，亦都可以提供全面的产品保养服务。剛才提到的 Xeria High Endurance 有3年保养，其他的 Kioxia 的产品更加有5年的保养，等用家用得安心。介绍过 Kioxia 和了解过记忆卡的规格之后，原来揀记忆卡不是单看价钱就可以，而是要需要想清楚用途才好买。就算买了最便宜的记忆卡，但是不啱用都只是浪费钱。当然品质都很重要，相信看完这条片之后大家都懂得选。提提大家，一般小店都会供应常用的型号，再加上现在网上购物越来越流行，如果要买最符合自己指定的规格和容量，可以去到以下的 Kioxia 港澳区指定代理商 Muse eShop， 又或者是 Price.com.hk 网购平台去选购，那就最齐最方便了。由即日起去到3月底， Price 网购还有 Kioxia 记忆产品优惠，买满指定金额再输入相关的优惠码，就即时有得减价和免运费，详情可以看下面的 link 了。大家又会点拣记忆卡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话俾我哋知，我哋好快就会有新片同大家见面，所以记得 subscribe 我哋 Price You Channel， 再揿埋隔篱嘅钟啦。